凤舞战歌第一集。他看着他的同时在算计着他，他看着他的同时也在算计着他。他笑了，转过头不看他，从酒楼上望向远处来来往往的人群，但他的视线并没有焦点，这多少暴露了他心中的不安。他直起酒杯倒酒，眯笑着眼，顺着他的目光望向繁忙的街道。这天是广陵城一个月一次的大型交易日，街上的人一个挤着一个，让他想起前不久看到的猪贩子在运输猪的时候悠退的那辆八匹马拉的超大马车，当时上百头猪就是这样挤在里头的。广陵城是邦十国最大的边境贸易城市，自从10年前和契沙国签订了贸易往来协议后，城市便不断扩大和繁荣，